台江圣王上弟子徐慧芳在此一结亲缘，从今而后肝胆相照，为兄弟两肋插刀，为情义赴汤蹈火。何处是头？爱你爱了多久？心痛说不出口。看着天空没了以后，地平线交错，究竟到哪里才是终点？何去何从？诺言留下的泪，是谁的不对？面具下我的泪，还有谁能够了解？偷偷的走，一个人走，流淌着血，这心在伤痛。谁帮我那些思念，那些从前，全不思念。对爱情不知在乎公不公平，深爱你的人总有一天会死去。对友情不去在乎公不公平，不管谁挡着我们的路前进，我带着你的勇气，让我看见生命意义，前面逆着风的风景都让我们更相信的美丽。陈虎，你知道吗？其实你华柳小姐，你误会了。这个伤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我很好，没事。是哦。那，你这样痛不痛？我一定说不痛的，但我想你应该不会信吧。痛不痛？我一定说不痛的，但你信吗？除了我只跟你讲那些，你还没有记得我什么事情关于我的。有吗？是什么事？你记得多少？我记得你的身高、体重、星座、血型、个人嗜好，这些你的粉丝网上面都有。你根本不记得我。你看这个，你记得吗？记得这个平安符吗？阿柳小姐，你怎么哭了？
你不要哭好不好？你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了？你告诉我，我一定会帮你。我没事了。 你怎么会那张海报啊？刚刚阿国给你的。嗯？哦，你骗人哦！最好是刚刚阿国可以给你啊，他们不是去吃大餐唱 KTV 吗？哪里来的刚刚？ 给俩包了哈。怎样？海报怎么来的？从实招来啊。嗯？就蛮久之前，我从一个商店外面撕的。偷我的海报？你想我哟？ 我之前除了在面摊卖面，平常都没有其他的事情，在电视上看到你，觉得你唱歌很好听，所以就没想到会在面摊遇到你。 跟没想到你也会煮在这里。哎，陈耀辉，你煮的那个虾球面超好吃嘞！我现在肚子好像有点饿，你可不可以煮一碗给我吃？现在？嗯。那有材料吗？什么材料都有，就是没有带骨虾。是哦。没关系。 我们下去买。我了吗？你应该不能出门吧？对哦，没差啦，反正你保护我啊。嗯，走啦。阿妈，阿妈，阿姑姐有事吗？那个车钥匙，我要叫陈耀辉带我去超市买东西。可是现在所有的车子都出去了，只剩下我自己的摩托车。 这是你的车钥匙吗？好特别哦！我好像太粗心了，平常都没有注意到。那有什么关系？你是不是不想坐摩托车？<笑>不是啊。那我会骑摩托车，我带你去。 我知道为了什么，忧愁它围绕着我，我每天都在祈祷，快赶走爱的寂寞。那天起，你对我说。
耀辉，现在的这一切都好熟悉，你感觉到了吗？那些属于我们的点点滴滴，如果你永远想不起来，我以后要找谁复习？我每天都在祈祷，耀辉，你有一天一定要想起来，一定要记起我们曾经共同经历过的一切，一定要记得我们之间的承诺。你说过你会等我，我也说过我一定会回到你身边。耀辉，告诉我，我该怎么帮你？我该怎么做，我们才能像过去一样？郭贝伦，不知道为了什么，忧愁它围绕着我。这样好多了吧？我每天都在祈祷，快赶走爱的寂寞。那天起，你对我说，永远地爱着我，千言和万语，随风云掠过，不知道。这个时候，
看着你平静的脸庞，我突然觉得也许我该转个念头，相信这是老天爷心疼你的安排。因为那一段思念你的日子好苦，老天爷一定是舍不得你因为思念我承受那样的苦，舍不得你承受失去阿木的悲痛，才会让你失去记忆的。耀辉，那些曾经属于我们的平凡的小小的幸福，是我记忆中最珍贵的收藏。可是对现在的你来说呢？如果你想起了过去那些幸福的日子，是不是也会一并想起了所有的痛苦？如果真能够把一切都挣脱，我承认潜意识的我想把陌生吗，无所谓日出日落，无所谓天长地久，只要或许你已经遗忘了的快乐与悲伤，我应该顺其自然，不强求你一定要想起来吧。耀辉，如果过去的一切你全忘了，回不来了，那么让我从现在开始，再一次慢慢的靠近你。我相信，只要我们重新来过，未来的日子还是会有属于我们的幸福的。我永远记得那样的爱过，无所谓是对或错，就算只是一场太美的梦，无所谓走到最后爱变成绚烂烟火，我永远记得。你是安那啦？开暗无食物件，把酒当水来饮就对了。你别吵我，我无安怎。安哥，我知你是咧烦恼哈路啦。安自细汉到恁大汉的，你今日林家安尼吼，都已经证明啊，其实你嘛咧开始怀疑哈路。哪有啦？我今仔日安尼是，我非常的欢喜。歹势，阿囡仔哦，我袂应该对伊来动手，我来甲伊过一下死嘞。阿妈，多谢你，今仔无甲你所看到一切，老爸讲，我无讲，无代表我相信哈鲁，也无代表我认同你的做法，安尼也唔好意。我只是暂时相信，我要听我家己兄弟。我会等你想通啦，等你想出办法。但是你若一直无给我一个答案，到时阵我嘛是出手。我希望是够你卖怪我。阿鲁，为什么你要去熟悉三年的人？为什么你要伫江一龙开刀的时阵打电话回来？
为什么你要去见高富生？我真正足希望你有一个正当的理由。我相信你绝对不是你所讲安尼，对无？要啉我就陪你啉，来啦，行好。卡。我拥抱你的快乐，让我看见生命意义，见面你。超好吃的，哦，赞啊！那你慢慢吃。妹，你留下来陪我吃。啊？怎么？你不愿意啊？不是。哎，陈阿慧，你有没有想过啊？你为什么会煮这种搭配泰国虾球做成的面，简称泰虾面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就直觉，好像我天生就会煮这个面。天生就会煮这个面？你开玩笑，你应该不会要说你是天才儿童，从你还是小 baby 的时候就会煮这种面吧？不好笑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……啊，我知道你是什么意思。那我再问你，你有没有想过啊，为什么你做这种丸子一定要用泰国虾？难道别的虾子不行吗？还是说这个泰国虾对你有特别的意义？这个好像没什么特别的意义，我就觉得要用泰国虾。好吧，那我再问你哦。你还问啊？你赶快吃吧，你吃面配话，面凉掉就不好吃了。又没关系，这凉掉要很好吃啊。我问你哦，你会不会觉得我这样一直问一直问？很啰嗦啊，有一点。你很机车。嗯，好香，很好吃。今天好开心哦，这应该是我这一年多来最开心的一天了，我好像又回到了过去，跟耀辉坐在一起吃面聊天，享受平静生活的日子，真的好幸福。如果未来的每一天都能像今天一样，那该有多好啊。像过去一年多一样苦苦想念着你了。现在虽然你什么都不记得，但你是那么活生生的在我面前呢，会笑，会说话，会骑摩托车载我，还会煮面给我吃。我不但听得到你的声音，还可以感受到你的一切。耀辉，我不想也没有办法再放开你的手了。
所以我决定了，父神怪我也好，甚至文浩、慧芳怪我，我也无所谓。这一次，我要选择自私，我要留下你。喂，小燕子，你帮我发讯息给文浩，请他告诉阿成说，我希望把耀辉留在这里。发的吗？他讲什么？许富城，你冷静一点，不要冲动行不行？刚刚淑君有发个讯息给我，他也赞成我的意见，他要我转告你，不要轻举妄动。没差，就算没有淑君的帮忙，我一样要尽快把哥哥救出来。这段日子还是谢了。哎，许富城，许富城，你有话好好讲嘛，你再想一下，你不要冲动啦。哎，你不要搬出去啦，许富城。文慧芳，吕文浩，本姑娘度完蜜月回来啦。小姐，你们两夫妻是到外太空度蜜月吗？电话怎么打不通啊？哎呦，不好意思啊，你就不知道这欧洲之旅的行程有多麻烦。除了时差之外，我那转换手机的系统，我完全搞不定哎。干嘛这样子？人家一回来就打电话给你了。怎么？打电话找我是想要问我玩得开不开心，快不快乐，是不是？还是有耀辉的消息啦，慧芳。你们在这段时间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。你怎么啦？你怎么声音怪怪的？是发生什么事吗？耀辉找到了。为什么找到耀辉又让他不见呢？哎，你一定没办法想象。你去玩这一趟，我们的世界却全变了。我现在感觉真的好无力哦。吕文浩，你到底在说什么啦？反正。耀辉他，耀辉他开枪杀狼哥，不可能吧？吕文浩，你跟我说清楚，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啊，慧芳，文浩不会说狼哥你脱离险境，闯入普通病房，你干嘛这么急？人家送你去吧。妈，要出去啊？不是才刚回国，行李都没整理吧？妈，我刚跟文浩通电话，他们说找到耀辉，可是耀辉却失忆了。失忆？怎么会失忆的？就是一年前呢，他为了要追撞傻木的肇事凶手，结果不是昏迷不醒吗？他之所以会放着阿成不管，自己走出医院，就是因为他失忆。这一年来，他一直跟着一个叫孙大哥的在卖面。结果听鬼这帮人就利用他失忆这一点，骗耀辉说狼哥还有阿成是杀死他妈妈还有那个孙大哥的凶手。结果耀辉居然在狼哥的胸口开了一枪。哎，那个耀辉他现在人呢？应该加入天魁了吧。刚刚慧芳说
三莲的那个狼哥他是谁？他是三莲的帮主，他叫江一郎，回王中央四个就跟他一起混的。我记得了，世奇以前跟我提过，他也是杂志上常常出现的黑社会大哥。哎，妈，现在狼哥逃过一劫，我要去医院看他。好了，哎，妈，你们就这样去医院看一个受伤的黑社会大哥，会不会又碰到有人来寻仇啊？妈，你放心啊，就算有人来寻仇，也是我们去找他们。你们走，走了，小心哦。啊。嗯，哇塞，总统住医院有没有这种阵仗啊？从电梯口出来就有流氓站岗，一直到这里，感觉医院像他们家开的一样。刚刚大厅就有了，好不好？真的吗？真的啊，只是他们没有跟我打招呼，所以你没发现。是哦。拜托，他是谁？他是狼哥哎，现在在邦嘎也只有他有办法跟刘金抱枪。正常的啦。哦，王姐，王姐，王姐，狼哥休息了吗？啊，不会啦，都叫我给他三分醉一瓶了。好，我进去看看他。哎，潘婶，李雨巷。他是我老公啦，他姓黄。这样好了，世奇，你坐一下，我等一下就出来。OK。嗯。王姐哦。要啉咖啡无？我叫阿弟阿去买。免啦，恁无闲，我坐就好。阿弟，你明仔休困一下。王哥，哎，世奇，你陪慧芳起来的？对啊，慧芳在那边看龙哥了。哦，好，那你先坐一下，我先进去。你忙 ，OK。怎么我反而像个外人呢？狼哥，我认同你说的，我们应该要先找到孙大哥跟黄有才，来跟耀辉证明这刘金豹是骗他的没错。可是我真的觉得把耀辉留在刘金豹那真的很危险。哪里的危险呢？老金吧，伊是靠袂得个，咱会当自相残杀啦。所以今嘛，伊把耀辉当作家己人，啊，耀辉哦，今嘛是伊的武器，伊会当用耀辉来甲咱杀呢。所以耀辉咧，伊遐真安全，袂危险。哎呦，狼哥，万一哪一天耀辉他恢复记忆，难道要让他一个人面对天魁所有的人哦？不会的，慧芳。如果耀辉真的恢复了记忆，我相信以他的冷静跟机智，他一定有办法全身而退回到我们身边的。更何况淑君在那边帮他。李文浩，你现在是打算拿耀辉的命在赌是不是？啊？我哪有，慧芳，你，慧芳，慧芳，对了，您四个同齐大汉的啦，啊，文浩敢有可能摕耀辉的性命来跟算账啊？是不是？你较想下，当卖遐尼冲动咧。耀辉是一定爱救我，唔对，啊，唔过，唔是即马即个时机啦。狼哥，现在耀辉已经被洗脑了，如果把他继续留在那，只会让情况越来越糟，不是吗？耀辉有一个野心，对我家亏落啊。过什么情况会比这较歹？你讲我听，啊？啊！不过你也想哦，伊的野心甲我开，伊就同款的野心甲恁开哦。即马咧伊的心目中，咱就是一个冤仇人嘛。伊看到咱，敢若受着两字，迄叫做报仇。
所以，咱何咪可要制造机会去找伊，啊，让伊做出后摆伊后悔一世人的代志，这是要创啥？啊？慧芳，看甲远的啦。你敢希望姚辉若真正恢复记忆了后，伊后半世人就要活咧安尼自责、后悔当中，敢有意思？ 当然不希望啊！可是郎哥，这不冲突啊！可以让阿成一边去找那孙大哥跟黄有才，那我们去把耀辉救回来嘛，救回来把他关起来，直到我们有办法证明那刘静豹是骗他的啊，至少这样心里比较踏实嘛。耀辉又不是犯人，你这样子对他公平合理吗？要是耀辉真的把我们当仇人，他不会想办法逃走吗？更何况。 淑君简讯你就说了，耀辉他过得很好。淑君也想说，他把刘爱身边好好照顾耀辉，两个人可以重新开始啊。你说什么？林淑君要把耀辉留在身边，跟他重新开始？这个林淑君会不会太自私啦？我怎么这么说呢？淑君，淑君他跟耀辉本来就是一对，他们俩感情那么好，你哦。 原来可以因为他自己的爱情，所以把耀辉留在虎口，是不是？留在虎口的不只是耀辉，淑君他自己也是啊。慧芳，只要我们不掀起吕汪洞，他们两个就不会有任何的危险。我们刚好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找到孙大哥和黄有才，好戳破刘金豹谎言，不是吗？吕文浩，我已经不想要再因为林淑君的事情跟你争辩。事情该是怎么样，你心里有数。 阿哥，那你好好休息，我改天再来看你。慧芳，我唔知影我讲的话你有听入去无啦？非得无论如何，莫做出会冲动的代志，听有无？听有。那你好好休息，我先回去喽。 世奇，我看你先回家，或者是前去找阿成谈。慧芳，现在都几点了？而且我才刚下飞机，先回家休息吧。有什么事明天再说。你要去哪，找谁，我都陪你，好不好？嗯，好吧，我们心里都没收哦。好，那我们先回家，然后我叫阿成来家里谈。 刚刚忘了，刘浩嘞，我真不想碰到他。哎呦，林氏还没回来呢，你要拿就赶快了。哎，徐夫人，这部片在20分钟就看完了，你陪我看完再走好不好？我一个人我不敢看了，拜托。
哎，不行啦，我重要事情要跟慧芳谈，我现在赶去她家。啊，你乖，我下次请你看电影啊。哎呦，拜托了，只要20分钟就好了，这很快很快了，我一个人真的不敢跟20分钟。我真的很赶啦，啊，对不起啊，我想去看电影嘛。啊，你乖，不要怕。放牛，20分钟而已嘛。我拥抱你的快乐。 前面逆着风的风景都让我们更相信这美。我真的很赶啦，啊，对不起啊，我想去看电影嘛，啊，乖，不要怕，放牛，20分钟而已嘛。先走。哎，许不真。 是吧？哎呦，其实哦，许富城他只是……算了，他要乱搞，我就随便他吧，劝不动，我懒得劝。哎，吕律师，我这部恐怖片在20分钟演完了，我一个人不敢看，好忙哦，你陪我看好不好？拜托了，拜托了。OK。 你若累的话，你先回房睡吧。啊，哦，没关系了，我不累，我陪你。慧芳，你这么急着找阿晨来家里做什么？我要跟阿晨一起想办法，看怎么从天辉手里把药会给救出来。慧芳，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不用这么急着去。喂。 哦，你到了，好，我帮你开门啊。喂，文姐，文姐，哇，领导袂歹呢哦。阿仔，哎，请坐。好，领导，等我。光辉啊。 我知道黄有才这个蔡奇家名人很多，问题是只要叫黄有才，就有可能是壮士，我干妈的凶手，龙正刚吹出来。姐夫啊，人家都说男人结婚之后会变个样，你没有对他不好吧？我之前说过的，欺负慧芳的人就死定了。 这个规则的期限是永远，明白吗？放心，我也没有想要找死。许不成，你有完没完？好啦，我们去饭厅聊，免得吵到别人。你说的别人是我，还是我妈？ 谁啊？怎么会在我家？妈，不要紧张了，他们是阿晨的朋友。伯母啊，伯母啊，请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不好意思啊，我跟慧芳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商量一下，很要紧，所以这么晚来跟你们打搅。没关系啊。你看看，秦真的是人很好啊，保养又好。
这一身睡衣穿在身上更好。恶不恶心啊？睡不睡衣好不好看，关你什么事？没有，真的很好看，我都。好了好了，不要再说了，谢谢你的夸奖，那就不耽误你们，你们继续聊吧。啊，好，范丽。那不是你出的很高，为啥你要偷偷到三门口去上厅？是啊，我讲你都听无啊！你安尼，我是要来甲天鬼交乎你啦！既然你都无相信我，那呢，你就免烦恼，我以后是要怎接管天鬼啊！爸，爸，爸，你起来，爸！在你我心里兜兜。